Katie stands in front of a magic machine. I will be a pilot. 我平常很喜欢学英语，因为我学好了英语，走到外面的世界。Book week is coming. The students in class 5A are going to make. 每个孩子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，而英语就是石天岗为自己选择的翅膀。他朝思暮想，有一天自己可以飞越一望无际的太行山，飞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，走出大山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